所以你在参这个贤能时，参这个信德时，那个信德现前处什么？他从来没有离开佛足啊！就佛足就是大觉机相，不是行者你礼敬而已，是你在观想你那个信德时，你那个信德天天都是如是理呀、啊。什么叫做理？我不是讲过吗？中国字是如是体，就是理，能够显现如是体，开示的是那个叫做体啊，好像一个丰富的丰的，那个事实上是体，是如是体啊，就叫理啊。所以顶礼佛足，所以这个德恨念念现前处，他念念之间顶上就表示什么？他的最出发激发的最初都是佛足，都是大觉的流出的迹象，都是大觉的机能，叫做顶。念念能够开示如是体，叫做理，叫顶礼佛足。他不是只是告诉你菩萨现前时那个勤法的仪轨，古德告诉你菩萨现前时勤法的仪轨是要一个行者，你念念参这念信德时，你还不要忘记那个信德念念之间不能离开大觉行仪，那你这样参才不能什么，才不会像一般的众生，因为我们毕竟是凡夫啊，在知末的众生开始不断的回家不断的反观了，所以在末梢的众生法华经中讲做众生处处浊，你不把那个法中的法相讲得清楚，你甚至于理文殊时你就只理文殊啊，你说不会有吗？怎么不会有？现在很多人说我只要练观音不要练弥陀可以吗？不就是着相吗？这完全是着相啊。你要是通达一心的人，你念阿弥陀佛时你就能够体会观音菩萨的同体就在弥陀的无量光中嘛。所以你念阿弥陀时你但想到观音都供养观音啊，你根本不用改变名称，阿弥陀佛就是观音嘛，甚至还跟你讲将来西方观音座不是吗？什么叫观音？将来上次有讲过吧，什么叫将来西方是观音座？所以一切众生你要如何证得如是的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光就像刚刚讲的那个圣性嘛，圣性你根本无形无相，你在哪里参？当下你要在一切大觉的同体相上参嘛，因为你明白一切感受都是大觉同体相，所以你才能够明白什么叫无量光，因为你知道一切念头起处都是大觉同体流出相，所以你才能够明白什么叫无量寿，所以你将来真正能够照见无量光无量寿是谁让你照见的？观音让你照见的，观音叫同体参那个大悲，所以你将来看到的西方都是观音座知道吗？观音将来教主观音座，不是讲天方夜谭封神榜将来阿弥陀佛也要退位的，观世音菩萨就登座了，曲解经义啊，这个是谁讲大家都知道，我常常骂的那个这是曲解经义，都不在心意上参啊，所以你讲出来就变成封神榜天方夜谭了。那既然观音座，那我现在当然可以练观音菩萨的名字，我早点练储备资粮对吧，观音菩萨一当了阿弥陀佛到了西方以后，他就你看从头开始我就练他，他一定最先悲悯我，不有的人还打这种妄想吗？事实上他一切佛经讲的就是这个信德，你要是不在观音上面参，不在同体大悲上参，你连文殊都找不到啊。大智你在哪里找？众生能够体会的就是现在念头现前处，我在现在念头现前处，你说要马上回光证到他的初心大照最初照，太难，不是一般众生智力可及，因为后面的感受这么强烈，你要马上把那个强烈的感受拔到大照中来太难，因为墙面都是幻觉，那种幻觉一直牵引你，就好像净色，净色就是现前，你不知道净体时，净色现前处，你所有的身心力量都投在净色的那个气氛里啊。我要你从那个感受之中拔出来，你要知道是镜子啊，太难。我虽然嘴巴里想说知道是镜子，可你眼前还是喜欢欢喜或着于流浪在色中嘛，这是众生业力啊。那这么强大的业力要怎么下手呢？怎么能参呢？不怕你流浪在色中，我就让你流浪，就看着色，但你只要多一句我知道它是镜子现的就好了，我知道它就是净体同体流出的，一法我都不减，我还是看到你，你怎么变我都不减，但是我就是要知道你这就是镜子同体流出的，居然能破你千年暗，能找到你的最初照，所以观音菩萨与娑婆众生有大因缘，所以楞严经才讲文殊菩萨才讲我亦如是证非为观世音，
什么叫我亦如是证？你不要解释错了，文殊也是证同体，你是不认同体不证，不知道文殊，不是文殊告诉你说我亦如是证，同同体中证的，同大悲心中证的，他是告诉你你不认同体，你根本不能够照见文殊，叫我亦如是证，非为观世音。所以哪个不是在观音上下手的？所以你现在念念之间你都要在什么，在同体大悲上下手啊。什么叫同体大悲？不要再被这个名相所迷惑了，行者要在名相之中找到你的下手处嘛，就念念看到它就是一个觉体中所现的嘛。你天天要把这个声音提起来，提久了以后，你自己心量现前的感受现前处你都知道是觉心所现时，居然你能够最初稍微拨开能锁，才是楞严经讲的最初脱年，脱年而已哦，那还没有开，没有真正明心见性啊。那明心见性是能锁都破，你还是脱年而已啊。所以法门之中已经告诉你心性是可以这样参的，而且为什么你知道脱年？你当然知道，这行者已经剖析心性了嘛，能知道的心从来不是感受嘛。所以我在怀疑，既然不是感受，我怎么会堕在感受一直流转呢？你只要开始起疑心，突然有一天你就发现真的就能脱年，疑情现前了，就能脱年了。脱年不是说真的有二法，但是你会站在一切感觉之中，再也不是过去的所觉中的厚重，那就如同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你要是没有这层功夫，那当然就这一生中就我们就白努力了嘛。